就这样子，也这样稳稳的往后，就超过二米五线了。恭喜在三阵两胜制呢，红队先拿下一城。啊，整个一开始的发力那个节奏被红队掌握住了，我觉得小小郭郭宏志很想很是自己下去帮忙拔，好不好？而且小小郭很壮。对啊，哦，他很想要参与卡尔，他也蛮想要邀江宏杰，不然你也下去。啊，不然就是我们来看看小小郭领队跟小杰领队两个人拔河，感觉应该很精彩。哇。小杰在瞪我了，好可怕。对，江宏杰对我们这边傻笑，有没有？他们有想要参与咖。哇，不过呢，这个第一场真的是秒杀。那第二场呢，两队换边，声音比较小，长打边的大鹏镇，裁判声音比较小，打开耳朵。状元跟榜眼，黄梅要蹲下来，蹲下来往后退。同时呢，在第二季哦，曹佑宁也保有三项大会纪录，林俊伦保有六项的大会纪录。对，两个人呢都是非常杰出跟优秀。那么已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场赛事了，麻烦现场所有的球迷帮他们努力加油吧！拔河三战两胜制，前面蓝队连一次都没有赢过，都是直落二，红队获胜。来哦来哦来哦！专心了专心了！跑！比赛开始！